好，本公主答应。慢着，谭云，本宗主可以答应你。宗主，妃属关系重大，不可。谭云，本宗主只想再问你一句，你确定这样做？弟子确定。好，本公主倒想听听，你如何将蛇玄草编造成青龙藤？方才诸葛公主拿出的灵药确实叫蛇玄草，但是此灵药在上古时期却叫做青龙藤。你随便编造一个名字就以为大家相信了？愚昧无知。诸葛公主，您和晚辈究竟是谁愚昧无知，稍后便是。青龙藤外观似蛇，远古时期名为青蛇灵藤，因为青龙的幼龙酷爱以此藤为食，上古时期便被人改名为青龙藤。1800年份的青龙藤，若剥出藤皮，其内部有18层皮藤组织，五行属土，乃是炼制数十种极品亚尊丹必不可少之物。在18层皮藤组织内，还有一种药液，共18滴。青龙藤每生长100年，便凝聚一滴，此药液正是五行属火，乃是炼制某种极品尊丹的主灵药。奇葩胡言。世人皆知蛇玄草内部的药液根本没有任何属性，你却说是火属性，完全是凭空捏造。诸葛公主学识浅薄，就不要用您的鼠目寸光来质疑晚辈，您可将您口中的蛇玄草拿出来，晚辈当着众人的面验证我刚才所说。诸葛公主，既然是验证，此灵药可就毁了，您不会怪罪晚辈吧？此灵药内的药液若真是火属性，本公主便承认蛇玄草就是青龙藤，否则你毁我灵药，坏我声誉，这笔账本公主定会找你算清。不知哪位前辈愿意用本命真火来相助晚辈？老朽来。小娃儿，你要老朽如何相助？请前辈将本命真火祭出，将火温释放到极致。可以。可以收起本命真火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真是火属性！我们圣门丹脉首席都这么说了，肯定不会有错。这就表明，谭云刚才所说，居然全是真的。谭云，好样的！谭师兄是对的。我们赢了神魂仙宫440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。谭云，你可知这药液有何用途？前辈您都不知道，晚辈只是皇府圣宗区区一名杂役，又怎会知道？好了，大敌继续。1600年份的复生仙草。如今宗主拿出的每一种灵药都另有多种灵药，与其外观极为相似，很难辨认。好在谭兄弟都能抢先认出来，实在太厉害了。第18题，谭兄弟又答对了。
20题，谭云全都抢答对了。宗主，该您出题了。嗯。谭云，最后十题，你要再接再厉。弟子遵命。谭云答对。还是谭云答对，最后十题皆由谭云抢答正确。由于诸葛公主与谭云对赌落败，神魂仙宫扣除440分，归于皇府圣宗。所以，本宗主宣布，皇府圣宗共计1190分，暂时排第一。永恒仙宗共计980分，排第二。神魂仙宫共计570分，倒数第一。谭谭宗主，四术大比才刚刚开始，不要得意的太早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徒儿，师父，徒儿不甘心，每次都只比谭云慢一步。没关系，这才刚开始，为师相信你的实力，你的丹术造诣无人能及，绝对不会失败。师父放心，接下来徒儿定不会让您和宗主失望。待会儿让你输得更惨。